欢迎收看关心天气了。我们要提醒大家，今天真的很热，气象局针对了部分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警讯，尤其是在花莲呢，会有出现这个红色灯号，也就是会来到38度以上，要特别注意。至于降雨的部分，我们来看到，从明天开始呢，水汽会比较旺盛一些，因此连假这几天在星期四、星期五呢，要留意的就是午后会有比较大的雨势。而六日这两天呢，其实在午后也还是会有降雨活动上面的安排，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喽。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